我射，哦，三只毛小，哎，巧克力，然后呢，这只腊肠狗是香草，还有柴犬是 Ruby， 还有这只，这只巧克力，哎，卖菜，我要去骑车，你们在家里乖哈，啊，拜拜。好，我们今天礼拜六早上一早约出来骑车，跟老师的小黄，还有朋友 Aaron 的 999S， 那我们现在要骑到西雅图一个地方去吃早餐吧。西雅图就会这样，一个礼拜一直在下雨，只有某个早上会天气会好一点，所以你要把握那个时间出来骑个车。我记得在西雅图，明天、今天晚上或者下午就会开始下雨，所以，哎，都这样的啦。西雅图车都不常骑，所以。骑摩托车人相当的也少，耶！我们现在有四台车了。我们接到我们的李医师，他骑的车跟我一样，07年的 Sport Classic。那我们现在要去 West Seattle 吃饭，好像很帅，很开心能骑车啊！现在天气又这么好。God damn, bro. I got to be done. 还特地摇下窗户，跟我回头看，跟我们比站，还蛮酷的。结果我刚跟他比回站，我好像打到自己的镜头了。好，我们在现在西雅图叫一个 West Seattle 的地方，这也是面海的地方，所以这边很漂亮。所以下午几乎都很多重机都会在这边聚会啊。那我早期一两年前吧。骑着我们的雅马哈，也会在这边跟一大堆车友碰面。这边很适合真的带狗来散步，然后自己来这边跑步、骑脚踏车，其实都还不错。只是我不知道这样绕一圈，应该不可能绕一圈啦，反正它就是面湖，这样真的很漂亮。这里的那个海水味也蛮重的。欸，其实住在这边。还不错哎，这好多房子都蛮漂亮。它这边直接每天早上面看湖，哇！哎，这边房子你看，它几乎都是透明的窗户，这真的设计都是还不错的。然后它有一个小小的阳台，哇！感觉住在这应该就蛮贵的。哦，有人在打沙滩球，而且还是女生，我很想去看一下。哦，这也有，我觉得我们不要吃饭，来看女生打沙滩球。哦，这也有，哦，这也有，他至少有四摊都是女生在打，完全没有男生打。哦，这也有了，你看男生就隔那么远，因为没人想看男生打这个海滩球，全部都在看女生打。哪一家？他说侧面那里，然后等下。哦，我们跑到这边喝咖啡的。是啊，我们要去那边。啊、哦。你要不要停近一点？然后Aaron再停。没有，他后面位置很大。对啊。没事，他那个位置很大。
其实我刚才看到很多女生在打沙滩球，哎，在刚那边。Yeah， 哎呀，干嘛会烫啊？我觉得有点烫。你摸，我刚刚椅子这边有点烫。摸一下。你的还好啊。还是因为晒的。我这个可能要去换一颗999。你已经换过了。你要我，你摸摸看我的吧。哎、欸、干一样，哎、欸、一样烫啦。有改过吗？我改，我换过。我很讨厌装这回去，每次装回去很久。你改这个，你里面就要改。里面怎么样改？要不然里面就是银色的、哦，会不好看。所以你这有改外面那个？对啊。没有，我是整个换掉，我是 slipper clutch、哦。对啊。可我找不到，只有一片的那个 pressure plate 我找不到，好像没做。So slipper clutch makes it better， 就是你当去的时候会 match。对，当去的时候它你放开离合器，它就不就、它会直接滑出去。对。So red match for you。对对对对对。对，我真的找不到一个 pressure plate， 如果只有那个 pressure plate， 我就直接装那个，因为比较便宜。因为平常要 red match， 然后是它是珍珠嘛，那你我的绿色是给人家 powder。你要嘛就 powder coat， 可是比较麻烦就是了，因为我这个三四百块，里面那个要800多块，然后你我整个装下来也要1000块，这样好像花2000多。嗯。嗯。这就是装那个。你车是不是都超过这台车的钱？差不多，我光轮子也2000呢，差不多。我刚才看到好多女生在打沙滩球，哎、欸欸，要不要去拍一下？他们去吃东西吧，好饿。哪一间啊？那时候 Monday's open， 我本来想去那个 Cactus， 但 open 了 ，M30 不包。哦呀。哪一个啊？啊，开咖啡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不停在那里？我可以直接停在那兒。哦，这什么车啊？啊，那个 Corvette。Corvette。老的 Corvette。哦，那里全都红线。你看，哇，有警察来就先走掉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吃完饭，我们要去附近拍个照。现在几点？我看一下，还要差不多11:30左右。然后现在这里的人越来越多，这里通常到中午都会爆满的人，大家出来晒太阳、骑车。今天车还蛮多的，因为今天天气还不错。然后再看这里有谁在打排球。好像我们突然到一个突然觉得拍照景点不错的地方，这里面海。我原本拍照的景点在对面啊，只不过因为对面位置突然不知道怎么找不到路，然后我们就随便绕一下，绕到这个。还不错的地方，所以这样拍照面对海其实还不错，对吧？那我们跟着老师这样到一大堆新的地方拍照啊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